谢谢他们带来的演出，接下来要带来最后一首曲子。Yakovtihan 奥瑞冈，此曲为 Yakovtihan 的成名作，是一首描述美国奥瑞冈景色的作品。一开始在曲子的引导下，前往奥瑞冈迷人的景色。中间还有以长笛、竖笛等木管乐器为主轴的轻快旋律，感觉像是在草原上快乐地奔跑着。活泼的旋律以及雄壮的铜管，仿佛让人闭上眼就能看见奥瑞冈的景色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指挥李浩源老师。
Thank you.